好，精英任务这边的话，我们已经解到了蜘蛛丸登场跟蜘蛛丸夜火的那个两个精英任务，为单场17000不限选手的伤害，然后跟那个蜘蛛丸登场、蜘蛛丸十胜的任务。那到底哪个先哪个后呢？哦，无所谓。那用蜘蛛丸获得十场胜利，转蛋卷一张，跟蜘蛛丸二。哦，所以这是二啊 ，Y 二是一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转卷50张，跟蜘蛛丸一，好一，我精英任务就这样子写完了，可喜可贺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，先剪啊，没有，还有蜘蛛丸一跟二呢，哪一个是二啊？这是一。OK， 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开啤酒，喜欢的话就订阅一下吧，拜拜。